下停留在天空间，阵阵细雨风轻轻吹过，道如波涛流不歇，摇动道心，吓得麻雀儿也不敢往下飞，美景如画映眼前，这里是天真的是吓了我一跳，哥哥啊！哎，啊，上课啦！哎呦，今天上什么课？这个音乐教室啊，好久没有上课了啊！是是，哎，对，哥哥，你看一看，今天呢，这个其实这音乐教室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你看今天现场有你，有我，还有吴宗宪，宗宪哥好，旁边还有，哎呀，怀念你呢，耶耶，旁边这个女生我记得，张小燕，哎呦，不过，是不是这个师徒久了，这个张小燕怎么看起来这么像陶晶莹？对了，忘了介绍后面这位。我的好朋友孔锵，哥，他是阿咪，是阿咪啊，我想说孔锵的头发怎么变这么的茂密？是哥哥，我今天唱歌唱得好好的，你现在这个时候出来是什么目的啊？出来当然是要宣传的。哦，你要来宣传呢？对，你宣传什么？我要宣传综艺非常赞。等一下，这有什么好宣传呢？啊，不是才做六集而已。会继续做。其实没关系啦，我觉得做不做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做表演一定要把它做好。要做的对得起观众。说得好，像你就最对得起观众。怎么说？因为你很久没有出来表演了。说这什么话？我当然是最对得起观众，但是不是你讲的那个原因？不是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啊，我钱已经先领光了。哎，不是，那我们今天音乐教室总得上点东西吧？对，聊正经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聊经典啊，经典。什么叫经典？这个经典啊，就像比如说小哥你出来，就一定要讲个有颜色的笑话。今天给观众带来一个吧。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个不怎么好笑的，再补一个啊，是这样子啊，这个男人呐跟女人告白啊，通常就是两个下场，一个就是啪啪，另外一个就是啪啪啪啪啪啪。不要你们老师 cue 我讲，你自己不贡献一个怎么行呢？那我就讲一个关于我老二的故事。太长了，不说了。可以，还不错。但是这个音乐教室呢，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点跟音乐有关系的。对，今天就是对我来挑战经典原唱。挑战，接下来这个我帮大家翻译一下，我们的接下来唱的这首歌，唱完之后你就会忘记真正的原唱是谁了。对，会让观众不知道正原唱是谁。一定要讲，是不是？好，带来这首歌曲啊，《帅到分手》送给大家。坦白说，我也是第一次唱啊。像没人要的刀，风在吹着我，感觉超悲哀。你说要分手，直白的借口，因为怕被我甩。现在你只想要跟我拜拜，太突然了你。
在我只想要搬他他妈的隔壁啊！不用再争到底谁对谁错啊！看到了你，你进我退，如果我付出，你当无所谓。爱情失败到分手的税，就让我来背。女人的珍贵，请通不能浪费，悲剧收场，只要一个人狼狈啊！然后 stop， 干脆不要那么累啊！我呸！摔到分手，安全感不够，你选择向前走，现实将我抱走。我摔到分手，安全感不够，你选择向前走，原来你是高手。我摔到分手 ，When I give you all my love, you push me back。